是什么，让两位少年失意徘徊。他们在找寻着什么，又在期盼着什么。让我们一起回溯过往。今天把相机关上，我导一下视频就是啊。我真没藏。藏怎么办？藏的话我给你两倍。真的？真的。确定？确定。确定。我是看见你俩没拿我就笑了。今天把相机关上，我导一下视频就是啊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我他们还没到。哎，这不是七个钱吗？我看好像是，真的是藏起来了。藏起来，我就先拿到自己身上。他们还哎，我钱呢？哎，我们刚到，是吗？哎，七哥，给你啊，姐你拍我，给你，好吃的，真的，给狗芥末味的，不是，你藏到笑了，芥末味的，所以姐姐你们的钱在哪？钱没了，还好，你们怎么能把钱弄丢呢？你应该减肥了，兄弟。哎，顺阳，扔了吧。你爸 diss 我，你今晚是个不眠之夜。但你今天回天津啊？哦，对，还得上学。肯定是这之中有诈。等会儿。没有。是吧？看见了，就是你藏的。就是你藏的，你找。还给我。现在贾宝哥他们还没有回来。对，首先是我们最帅的假面组。假面组。我们买了，你买的面是假的吗？大家看，虽然我们这个钱只有80块钱，但我觉得我们买的很全。还有一个加大加骨的这个漂亮小包。我们买了一个粉丝龙虾球。然后我们买了饮料，一会儿放在冰箱里。哎呦，他现在我去看看。要动它吗？它自己这样，能动它吗？动了，动了。大拆包，我们已经拆过了。我们买了一个麻辣味的麻辣烫包，火锅底料，还有这个肉。看来，这个肉还是咱们。我要先把这个肉去给冻上去。小心啊！知道。这个菜才一块多吧？哇，好没有，这个才0.49，你们好会过。我们真的特别厉害。这期如果分，那谁拿最少的钱买到最多东西的，肯定是我。我买了两个梅林午餐肉罐头，才18块，特别厉害。你把这个洗了。担心不要把手划到。我都打开了。怎么？上面写着微辣。微辣。不，这个我先给你。好笑。火锅开心吗？想吃吗？想。有任务。没错。而且这个任务如果回答错误的话，我就要把食材扣掉一道。哇，真的，本来就没钱买。不是，你要扣我食材，扣菜，你还要怎样？先解决这个扣吧。扣吧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成语接龙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：六个人如果依次成语接龙，每个人都答上来的话，我们就算通过。然后如果有没有答上来，中途我们会扣掉一样菜。好的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。来吧，从样样开始啊。对，入口，极化，回味，无穷，秀色，可餐，百
吃特色啊，大吃啊！别别让你给他一次机会，他吃到什么？他知道，他在开玩笑的姐。大吃小，大吃一斤，柴米，油盐，鸡布，啥？带鸡不择食。又提谁？来，这样我们先把刚刚狗狗答错的一样食材交出来。叫个蘑菇。火腿，火腿。叫个蘑菇。滚妹儿。我给他吃了，加起来，狗狗把它加起来，对，加起来，哎，加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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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担心烫，担心。Come on, bro！ 我这，哎，这个肯定是电的，是电的，没事，直接反转。哇，现在这个，哇。咱先加点汤，先加肉。要。担心，担心。小心啊，来，离远一点，狗。呜，离远一点。用这个下，用勺子，它不分开，这是公筷，这是公勺。哎，你拿这个筷子在里面涮着。这个是公筷，这是你的筷子。今天我们让琪琪卖个萌，可以把刚才那个肉拿回来。或者让龙哥卖个萌。让琪琪来牺牲一下吧。龙哥来牺牲。可以吗？你在看什么？可以。可以做，可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。三位哥哥卖一下。没有。可以。开什么玩笑？你可以先表演一下，然后我们根据你表演的情况来判断给不给。你们谁卖萌最厉害？小雨来先，小雨先来做个示范啊！那三二一，开始。把强强给我们吧。算。强强给我们吧。哦。算了。来，该你了，琪琪。把强强给我们吧。不算，这个不算。算了，有点吓人，李子豪。我跟姐有点吓人。接着，谁开始吧？三二一，开始。把香肠给我们吧。这个算。今天没有吐了。三二一，散。把香肠给我们吧。散吧。算。加了以后这样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第一次自己拿到钱，然后支配去买东西，什么感受？来，我们说一下。感觉自己当家了，就是人生第一次嘛，感觉长见识。啊！第一次拿钱出去买东西。对。对鼓掌！第一次接菜的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话，第一次拿钱买自己买食材，自己要吃火锅的话，觉得那种成就感，感觉比在这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店里面火锅店里面吃这样好吃一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自己做的嘛。这食材是自己，就是没有自己挑过，就是尤其是在准备吃之前，然后那个心特别激动。但是今天一开始的话，感觉钱拿的还可以买很多的东西。我们虽然预测还能买个南瓜，买个豆腐，买点白糖，买点。买点白糖，我就让我哥给你下白糖。当时我和贾宝，当时我和贾宝哥连花一分都很，精打细算，好不容易精打细算。我本来以为还可以买个豆皮，我以为才5块，结果15块、16块，太贵了。确实是，就是所以呢，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一定要珍惜。珍惜现在的生活，自主的生活很舒服。对，所以说以后可以多试一下。哇，浪费，糊了，一定要光盘行动。你开玩笑了？什么糊了？这才闻到糊呢，你告诉我。真的闻到糊味了？什么烤糊了？咱们来玩个游戏吧。好。来，坤哥，你觉得玩啥？动物不对，口味里面。好，可以。这个你们肯定比得过我和我。要是谁输了，就谁吃一块芥末。奥利奥，芥末，这是芥末吗？哇塞！哇塞！哎，火锅里面有什么？五花肉。鱼豆腐。错了，没拿五花肉。火锅里面有五花肉。午餐肉。啊，午餐肉。好好吃。啊！说错话也算吗？啊！那我不小心把，不小心把榴莲。哇！吃，来吧。来，三二一，走！火锅里面有什么？等着，来，输的人淘汰，就是他错了也不算。好，刚说完不能浪费粮食。他只是说现在淘汰了吧，这样他也可以继续玩。他说错的话就不用再审罚他了。是不想吃的话吃棒子。好，百岁岁，火锅里面有什么？白菜、金针菇、午餐肉。午餐肉。什么菜？一定要拿这个一定要带。
定要大。来来来，直接吞掉。他自己买的。不不不，咬咬咬，完全咬，嚼嚼碎，然后真不好吃。哇，他居然不怕呀？绝对不能浪费粮食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小雨怎么可能会浪费？绝对不可能浪费粮食。浪费。